拥有一只不挑食的小狗是种什么体验？少爷登场。哎，走过了，我抓抓。新西兰小猪里吉，兔腹肉，鸭的翅膀，鸭胗，肝冻，螺旋藻冻，羊奶冻，兔心，红心芭乐，红富士，樱桃萝卜，秋葵。先炫口菜。拜拜姨姨们，沉浸式吃爆浆套餐，少爷登场。我抓抓，鹿肩肉，羔羊心，羊蛋蛋，鸭脑壳，鸭脖脊，桥头地瓜，彩椒，玉米笋，包子甘蓝，红心芭乐，紫甘蓝冻，双莓。先选个生菜。放手。拜拜姨姨们，一只70多斤的拉布拉多一顿能吃多少？少爷登场。我抓抓，鹿肩肉，鸭脖脊，羔羊心，鸡大腿，猪食管，沙丁鱼，鹌鹑蛋，玉米笋，小彩椒，肝冻，紫甘蓝冻，双莓。先炫口黄瓜。
太姨们，小狗也吃到惠灵顿牛排了。少爷登场。今天吃点什么呢？鹌鹑、兔肋排、鸡胸脯、兔心、惠灵顿牛排、芦笋、紫薯、温泉蛋、螺旋藻羊奶冻、樱桃萝卜、双莓。餐前仪式。3、2、1，走。拜拜姨姨们，沉浸式炫鸭脑壳，少爷登场。我爪爪，今天吃点啥呢？鸭脑壳、兔排、牛鳞、羊蛋蛋、北极贝、无菌蛋、南瓜酸奶冻、紫甘蓝冻。先炫一口生菜。脆桃子、玉米笋、双莓。握手，拜拜姨姨们，